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。因为今天是七夕，所以所有阿姨都要加一整天的班，到凌晨一点。对，太晚了，所以说阿姨肚子已经饿了。阿姨肚子已经饿了，所以我们经过投票决定，我们要买汉堡。你也想吃汉堡吧？对。好几天没吃汉堡了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去哪里买汉堡啊？华莱士，因为最近汉堡涨价呢。那我们去那边买吧，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汉堡。走，走吧，大汉堡包。快看，漂亮，好漂亮啊！到了汉堡之城，走。今天按张思瑶的任务是什么？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把汉堡安全系在阿姨的手中，我一到就可以吃汉堡喽。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好。你要点什么样子的套餐？什么样的套餐的话，但是我想问这个吧，这个里面有鸡块。这不是鸡块，这辣的。都是辣的。嗯，多带点辣。那只有这个是不带辣的。张思瑶，你吃这个吗？对，这个不辣。张思瑶吃这个好不好？行。嗯。30个的这个就是上面的那个。对。这不是15块套餐。对。给张思瑶拿一个不辣的那个奥良腿堡套餐，那给我加一份这个，再给我加一份这个。大家先出那个啊。有没有谢谢阿姨啊？谢谢阿姨，好好，快谢了，你先吧。好吃，好烫啊！吃翅，我吃腿。先把手机，你看我们拿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走，转身也该吃饭了。给阿姨送货。走。嗯。阿姨，你们肯定饿坏了吧？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对，把食物送到，走吧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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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乐，你先帮阿姨拿进去。行。别摔倒了啊！六个啊。啊，走去第二家蟹龙。走呀，我来。一二三，走嘞。哦，走。今天商场人超级多，今天。终于完成了送餐任务，我要吃饭。快走吧。走吧。你累了吗？好多人在卖花，今天好多人。心动动手，七夕浪漫困在朝夕，品茶演绘画，七夕推出花语系列，心动的画。咬到舌头了，哇，这个这么大，那我咬一口。行，那你咬，你先咬。爸爸，这是你第二杯可乐啊。你喝这杯喝完了。你不能再喝了啊！啊，不行。嗯。我就不喝你的第二杯，你晚上回去拉肚子，你可别开灯啊！那咱俩都不喝了啊！不行。都不喝了。我一杯还没喝完。我们今天有凌晨1点下班，小朋友们要好好休息哦。再见，姐姐们，拜拜，Vivio。